各位电视，各位同修，大家晚安。弥勒尊佛，感谢天恩师德，祖师王祖师尊母亲老大人大恩大德保佑，更加感恩龙天护法，今仔日大家因缘具足，福慧双收。咱顶礼拜也去召集廿日月，拄啊讲前半段吼，前半段，即做就是乌啦，吼，人讲青红皂白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做就是乌。按你元素天尊，为什么哪有这句呢？这句就是原始天尊吼，元素天尊，伊降生伫人间，就是咱的北极先天上帝。卡打古侠精，哦，那你讲上帝也讲，上帝也讲，伊的宗旨就是要来辅助弥勒完成这个三神圣的使命啊。人家讲乌极颠开啦，这个就是乌的啊，乌极颠开，动天地，七千宝剑斩妖精。三六七二，三六七二天煞将，三六七二就是啥呢？咱一般哩讲，你捌听过讲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，捌听过吼？这就是咱北极先天上帝带领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出现伫这个南岩，南岩就是咱即马大这个环境。咱即马大即个世间，叫做南禅部洲出现伫遮。啊，为什么来出现伫遮呢？你即马看下边即句，看下边即句知哈？弥勒名字下南禅，千佛万祖皆下凡，大开普陀跋陀团，即为实相。重点就是这個，只为实相众生难。弥勒来这个所在，千佛万祖，这就是一佛出世，千佛来扶持，为着要完成弥勒祖师，这类来到这個世间的神圣使命，有三项大家要记住的。第一，化沙婆。化沙婆为莲邦，即世界为大同。第三，就是要开演龙华三昧，这就是千佛万祖下凡啊，满天星斗该下世，五方烈仙下天宫，四大龙王来坐道，四大菩萨救众生，上天不老一如座，西方不老一菩萨。隆重下凡下来，就是为着末后一得这场。所以各位，他妈领班的讲，咱实在真福气呢。咱拄伫这个节骨眼，拄伫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啊，若无，进前无，未来可能咱那付未着。大开普陀跋陀团，就是他妈的讲，讲这现在。道是大开普陀无唔对，但是非时不共。大开普陀跋陀团，虽然咱现在道大开普陀无唔对，非时不共哦，那唔是伫即马，即马做三级末劫。现在做世界末日，现在做天地将近，所以这是非常时期，上天降非常多。我伫这个时阵，啊，咱嘛足好运。讲一句俗语话，讲到青面鸡啊，剁着虫啊。咱正好先生到伫这个时阵来，啊，生到伫这个时代，拄啊大道普团啊。但是各位。非人不团哦，啥叫非人不团？就是讲无根基、
道德甲佛的的人，伊嘛得袂到。咱卖讲全世界偌济人啦吼，咱讲中华家得，中华家，中华敢干遮人尔？敢干英才做遮人尔？卖讲社会人啦，讲求道的啦，讲求道的嘛毋是遮人尔，啊是安怎来的人才遮尔？这也是无简单啦，家己拍破啊一个。同这个时间，八点半到九点半，同这个时间，有在创啥？看电视还阁好哦，看电视还阁今日作业，一点钟会当做介侪个，一点钟要杀死人，杀死介侪人啊呢？一点钟要抢劫、要杀人、放火，拢总有法度做个工课呢。同这个时间有在作业，咱这个时间伫只创啥？在这里敬重咱的慧命，将来要往生和祖师同住天盘，安有共款无？天恩之变。所以虽然大开普渡，唔过这个道，那唔是伫真，无共。那唔是人，嘛袂当传呐。啊，咱拢唔是人啊呢？唔是人就是啥？你就是佛啦，啊！你人唔是人就是佛啦。咱即摆一直要变唔是人啊，大家拢不拉面不拉面啊。哎，你来来遮，大家人面骨带啊笑笑，甲嘛变面的骨。哦，大开普渡，伊为着释向的众依人，这依人就是咧讲咱啊，唔是干那个杂波哟。众依人就是所有的众生，实相，啥话做实相？咱敢知影来这世间偌久啊？咱已经来了，都唔通人等伊呢？咱来到这世间，那根据咱大德咧甲咱讲，是已经六万年啊，确定下会坐来往看哦。咱来这已经六万几年啊，轮回，搁再轮回，轮回，搁再轮回，啊，愈轮回愈清醒，啊是愈轮回愈无趣。愈轮回会愈无趣，为什么呢？愈无趣呢？咱一摆来做人，旧的小还袂行呢，对不对？新的小是咪阁加落？新修旧恨，得过斗菜刀，阁南南的，又阁加一球啊，又阁来轮回，安是咪愈清会愈清醒的袂？袂，愈黑暗。所以讲。今天是弥勒佛下生不离亲，只为摄向众依人，就是为着咱这众生，咱搁甲弥勒佛拍破啊一个。哎，这句吼，咱做来读一遍，这句咱做来读一遍。来，一二三，弥。他妈的，敢讲，讲大开普渡是为着摄向的咱这众生，咱来了都唔知哪个等，为什么那唔知哪个等？因为来到这世间，虚花啦，啊，这风尘好佚佗，啊，都唔呾当要转。即卖的天文未会修完，那有一句话咧讲，未会修完，咱正在伫五味交接的时阵。五味交接，非消客啊！咱来看这个天文的图。咱一个元会哈，一个元会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咱正在伫遮，
迷惑迷惑迷惑要修完，所以真多五慧甲迷惑要交接。2012年，就是五慧五慧最后一年，安尼是毋是交接过啊？咱这五米已经交接啊，五慧最后一年就是2012年，这就是咱五慧最后一年，所以大家讲。五味交接非小可，奈何原主？原主就是讲咱这的众生唔知影，气数将尽，气数就要尽啊！如此众生是可怜，哎，诸慧开天，抽慧辟地，因慧生人，到这个所在，咱即马住伫这个呢。五慧已经过，咱即马已经交接，或者五味交替，五味交替。你若看太极图哦，这边白，这边是面乌的。白什么意思？白或者阳，乌的就是阴。诸位开天，体位辟地，因为生人。到家到五岁，或者阳极极阳极，这还是阳极，或者巅峰者极。日头若伫12点，是咪上上炎上光上热，就是象征咱即卖科技一切文明上发达。即卖文明发达无？即卖动物，即卖定来讲一机在手。能知天下事，唔免出去咧，甲一个手机啊，就有法度。要做生意，要创啥物，逐项都会当，拢一间安薄薄的一片，有够厉害啊！即卖科技就是到家哦，即回所有一切都巅峰造极。但是有一句话讲：物极则反，物极则反。所以进和这迷惑。五味已经交接了，来吃。现在这个属阴，阳就是好生，欣欣向荣，万物欣欣向荣，科学一直发达，一直发达，发达到这极点了啊！来讲，科学的发达就是带来人类快速的死亡。大家认得，会当认同这句话未？科学若愈发达，咱人的死较。是愈近，因为可能爱用石头啊烧砍，要砍到死，我看爱几百把砍未死，即马唔是，即马一摆咧，讲到几钟头，所以科学愈发达，加速人类的死亡，所以咱即马拄啊伫即个交接，拄啊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七甲八中间是毋是七月半？啊，咱一般去普渡讲七月半，七月半普渡，如此众生是可怜的，讲七月半啊，毋知影死活。咱七月半有捌讲即句话，捌讲你七月半啊，毋知影死活。啊，是啊，七月半啊，毋知影死活，因为七月半拢爱抬盖做精神啊，要普渡啦。七月半抬盖就精神啊，名声是叫做普渡，其实是咧普巴肚，哎呀，精神啊拢在用。所以伫这个七甲八中间，就是咱众生在用的时阵啊。唔得讲，迷惑要修完啊，伫这个迷惑，就是天地都要收束啊。天伦已经到啊，天伦已经到，你看，伫这阴雷啥，火煞。阳火星，所以讲阴风惨惨，煞气腾腾。但是咱即马，咱即马都处伫即个上危险的时阵，嘛是因为不幸中之万幸，因为咱伫上危险，所以上天才降道哦。唔得讲非时不降，非人不传哦。奈何原主不知传，唔知气数将尽，无人教，无法教，无此众生。是可怜，咱即马拄啊伫即个哩呐，伫七
五味高杂的时阵哦，天文已经到啊，因为他们在讲讲这个气数将近，所以咱求道的时候，咱的求道表文我咧写。讲今时众生涂炭，未得究竟，罪会劫煞，已到眼前。咱进入水火劫煞，已到眼前嘛？唔是水火风土石流地震刀边劫瘟疫饥馑，拢拢即马伫即个时阵出现。所以咱的求道文搭安尼写。今时众生涂炭，涂炭就是讲已经水深火热，无多救，未得救尽，罪会结束，伊就眼前，所以立下诸位，广救无助众生，精气出掉，破修有缘精气，三下子立下诸位，这会就是什么会呢？就是第十六大座，老清伊祖师的十六代，第十六代以前，第十六代以前，拢还有在弘扬时期，或者安阳时期，到第六十六代到第十七代罗祖，罗祖就是咱弥勒祖师的化身。这个是白羊初祖，所以咱即马讲是白羊时期。白羊时期，即回或者清溪老祖清溪，清溪大化开会处人苍生，清溪大化开会处人苍生白首强健稳定，第讲。到十六代到第十七代，正合作大开普渡。大开普渡的时阵，重生就是讲，白首就是讲老人，或者是苍生，还是囡仔。咱一百岁阿伯阿婆啊来求道，甲多出世的幼囡仔来求道，你说有同款无？啊，讲到伊有同款无？是毋是拢200块？伊无分别咯，是到即个时阵已经红阳期杂志，即马换白阳期，普度众生都应允伫即个世间，所以苍生白所共沾恩典，精气出掉，这必须要说明一下啊。今时众生涂炭，未得究竟，罪会劫煞，已到眼前。所以立下诸位，广救无所众生，精气出掉，颇修有缘的精气，有缘种子。幕后一轴，来，咱这位来读一遍哦。来，一二三。幕后一桌，就是讲即马最后的一遍啊，佮讲较明啊，这最后一班船，佮讲较明啊，最后一班车，你有无着无啊？所以上天的慈悲又闹一个时间性，又闹一个时段性，所以真叫做末后一丢，最后一摆啊，无机会啊。习伟言较早毋捌讲。因为这幕后一座是天机，较早未使讲，诸菩萨不敢乱传宣，但是因为天机未使讲，时间还未到，未使讲。啊，即嘛，明人在此树一弯，三下子明人，明的日，时阵
过，就是母亲母孙母啦。哦，日月合过来，都啊明明明人，就是讲咱师尊师母，就是咱第十八代祖宫长甲主下，就是孙子孙母。明人在此所以愿，伫对间讲，在此所以愿，咱求道是是咪跪伫个佛祖面头前？啊，点元师就是代理师尊师母，伫遐甲你讲，哦，伫遐念礼相，或者明人在此所以愿，甲求道人叮咛，甲求道人叮咛，我即马伫遮甲你叮咛。依夫四德还乡道，依夫就是咧讲咱啊，就是讲，哎呦，恁真敖、真识、真会，你也知影这条就是要转去的路，你也找到啊，你也有个福气，有因波师甲你引导来遮。哦，五夫识得还乡道，这条就是要转去天国的路。生来死去见当前，咱跪地下时，是不是敢拍开个关桥？打开玄关桥，阎君王未来调，这就是咱最大的保证。天命的尊贵殊胜在你这所在。哦，金鸡三唱，啥是金鸡三唱？来，金鸡代表啥？有人知无？金鸡代表啥？啊，三唱呢？唱歌唱三条，哈？对。金鸡就是金光祖师，鸡仔会啼的咧，咕咕咕，啼三声，代表三会莲华。弥勒佛来到这世间，伊会开三处的大法会，会开三处的大会。但是各位，咱会当未来会当还是未当来护莲华三会的关键，多伫即嘛。也关键都我的同好，安怎讲？释迦牟尼佛甲咱交代啊，释迦牟尼佛甲咱交代，伊讲佛灭度了后，我的弟子就是我们现在的各位，都是释迦牟尼佛遗化的众生了。咱过去若毋是伫释迦牟尼佛的座下听经闻法，有经过长期的修持，我甲你讲，咱无可能坐伫遮。所以弥勒大乘佛经佛陀就安尼讲，世尊就安尼讲，所有尽的众生，拢弥勒的弟子。伊讲弥勒的弟子是我释迦遗化的众生，他们都讲过。咱若无过去伫有伫学道，有伫修行。咱囡仔就当坐伫遮，也无法度通来做弥勒的弟子，因安那遐做遗教，佛成就了等呀，也未完成的使命，伊就是遗教第搁落来入物。释迦牟尼佛第四代，弥勒佛第五代，弥勒佛无完成的到第六代做赛诸佛，哦，迄真遥远，咱唔免讲，咱即马讲懂啊。佛灭度了，五祖弟子若有精勤修诸功德，什么叫诸功德？就是讲咱佛堂功德上简单讲就是安那，应道诸需，应道场的需要叫做功德，咱大家了解无？道场即马需要啥物？我拄啊。把迄个时间来用这个时机，安那做功德。有当时啊，你若真讲像郭台铭您这啊，台湾首富这，你若去100万、200万，给伊
对人来讲，敢有影响？啊，毋过若对咱，就无共款啦。即个需要甲无需要，咱道场的需要，毋是空过大小，还是重轻。反正一己所一投足都是功德，来佛堂做佛事就是功德。来讲，若有精勤修诸功德，就是差不多讲过，吼、哦，我们可以来佛堂付出一切，命中之后，就是讲，若会当来做诸功德，迄、那个人命中了后，必定无疑，即句足重要诶。你甲肯定，即佛陀讲，是我讲的哦。释迦牟尼讲的哦，讲那是即弟子勤修诸功德，命中之后必定无疑，你唔免怀疑，你唔免阁要啊，唔免阁猜忌，阁误会。我讲的算啊，佛啊，我说了算。必定无疑，你唔免怀疑，一。定拄到弥勒佛，啊，咱即个拄到无？以未来世第一闻法，咱即马百年以后是咪往生？咱逐日是咪发愿？拜拜有发愿，方面做主当如天伴无？就是讲万日咱也是劫数来，即、這个劫数来食菜人会死未？会哦。啊！伊他就食甲咱艰苦，因为结束来，伊无分查甫查某，无分善恶哦，做一个去哦。哦，你看迄个日本的迄三幺幺的迄个海啸来，伊敢有见查甫查某？无法度见。但是，咱毋是死，咱是往生。咱是这段生命结束。咱今日修行、素食、安等、道种，咱未来有哪会受到劫数的影响，有哪会死亡？但是咱在往生，和祖师同住天盘，祖师即马伫欲界第四天，就是夺帅天。当时释迦牟尼佛要来人间做佛，有哪是爱伫遐四千年？即马弥勒佛烧香伫遐，有哪四千年？但是遐四千年含遮四千年无同款，遐一日一夜，遐一天，人间四百年，遐一天，人间四百年，啊，大家想，哦，遐一天，人间四百年，人伫遐哦，啊未，迄一顿饭拄啊食半碗尔，啊，咱就死啊咧，咱遮头一百年啊，啊拄啊。四百年多四分之一，伊多崩到白两嘴啊！尔，啊，咱差不多时间到啊。所以咱的寿命介短嘞，遐寿命足长。啊，那安尼想来讲，哇，咱得介介固带来时间。地佛它没有时空的限制，安尼大家了解无？佛无时间、空间、甲即个拢总无，该来就来。所以咱后摆，咱即马得爱先往生，未来咱也是讲命中了后，不用怀疑，咱一定会断掉弥勒佛。就是讲含做主同佛顶盘，未来世有哪含弥勒佛做落来世间第一文华，就是龙华初会。他们都讲金戒三唱，就是开三拜的这大法会，保证你第一次。文发落，龙华三会哦，唔是讲今仔日开第一会，哦啊明仔载开第二会，后日开第三会。我讲弥勒佛来到人间，伊的法运六万年呢，啊第一会含第二会到底离偌久我唔知影，因为无根据、无记载，迄得爱看众生的福报。但是咱特别温顺，反问第一会叫做龙华初会。安那殊胜，所以哦，佛堂有啥物代志？当然啦、啊，咱进属龙宫中，大人解无用。但是你一定爱有一句话讲说：众圣亲还。哦，这个佛堂有时间性诶，咱厝无时间性啦。咱厝诶工作当时来做拢无要紧，你厝
衫无洗，哪敢偷洗袂？啊，袂哩哩烦恼啥？啊，我等下工课要做，袂好。啊，做诶工课怎啊扛诶哦？用得来做哦，无人敢敢偷做。遐囝仔是小，那真乖，唔敢敢偷做啦。你放心，绝对解老咧。所以免烦恼。所以你呢，家己有地位，爱选择，爱选择。该来的时就爱来，哦，一礼拜嘛那一点外钟，你们小看这点外钟哦，踏出一小步就是我们未来的一大步哦。你没有这一小步，哪里有将来的一大步？我安对不对？你看，明仔日哦，咱来搁对面聊落来哦。啊，咱即马往生一地啊。唔是伫啊，咱就是换一个环境伫啊修行。因为咱真波无满，咱真修无好势，咱即马往生去啊，直接弥勒佛讲教育，咱若佛教育哦，那个未成就哦，我看迄个爱拍落阿鼻底啊啦。佛陀绝对有法度教教咱成就，这就是佛的威德，这就是佛的庄严。所以咱将来要富量华三昧，它的先决条件，你就是爱成就的。啊，时间到，时间到哦，弥勒佛，伊会上，伊老爸老母那找好啊，老爸老母，呼，未来识弥勒佛。爸爸叫做修梵魔，妈妈叫做梵魔王。咱是不是讲北极金母大帝是元始天尊？因为风雨夜晚吞日，我日头从伊巴肚内，带来出世做北极天人上帝。那么这佛庙，伊是夜晚金人。金的人，伊透暗时咧困是向向那望一个金色的人，从胃的腹肚入去。无外久，经过十几个月怀胎了出世，就是弥勒佛。到大汉了，中大成人，伊无留恋这世间，伊从出家，下早啊出家，下晡成就。敢有人遐紧成就的？伊下早出家，啊，从伊行行行伊一个所在，叫做龙华寺。弥勒大汉了哦，下早出去，伊行行到一丛树啊，街，迄丛树啊叫龙华树。为什么呢？这叫做龙华，因为伊个树啊，足足大只，啊，伊个盘哦，伊个枝啦，伊个枝哦，更下在成个莲啊，这一尾莲，那一尾，所以规张树啊，都要成个莲，莲同滚地一张树啊，同款。所以因为安，迄、那个一张树个名叫龙华树，啊，释迦牟尼是菩提树，释迦牟尼就是菩提树家。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明日我下早啊去，从入定伫遮，下晡到迄个晡，金光万灯如百千日，我亲像几千粒的日头啊光。但是迄个光，咱目睭看哦，唔敢摄落来。迄、那个唔敢摄落来，就是讲我若摄落来，惊讲迄个光怎无？有够水！有够光，有够柔，将来毋捌看过透遮水的物件，所以迄个众生看到迄个光，目睭都毋敢离了。迄个时阵，拄啊弥勒佛成正觉的时阵，佛光直接照射到地，色究竟天。咱遮在欲界，搁去哩一层在色界，迄、那个佛光直接到色界。为啥物他也无去哩到无色界？无色界无效。遐人袂听经，因为入定，
因为因入定了，迄个非常非常出天，遐个人未出定，所以佛光直接照射到色界天，下直接落到阿鼻地狱。你甲看色界天的法界众生，甲三恶道的众生，看到佛光，佛光照射到的，拢总有机会啦。迄阵，拢往夜佛所。大家看到佛光了，在一张莲花树的光，是不是你也为这来？伊也为这来，所有的众生拢一直为这来，来到拢集合了大梵天王，就是色界的大梵天。大梵天王呾代表众生归类清灭了初转法轮，所以莲花会第一次就是伫人间开，出现出土。有解讲是人间无，顶下就捌讲过，莲花会咪天顶开哦，莲花会是人间开，三会拢开了啊，第一会、第二会、第三会拢开完啊，弥勒佛搭带咱这众生去什么所在去吃？迄、那个山叫做家族山，家族山镇内底有一个大和尚，活得要三千年还袂死。迄、那个什么人，你知不知？就是迦叶尊者，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，大迦叶尊者，伊受佛陀的护足，一件金色，唔是金色，金马线，金马线来编织的锦衣，叫做袈裟。伊讲你真正，我交代你，你入去家族山，等候弥勒下生，直至弥勒下生，你真正三爱护我。所以三昧量偌好，咱伫啊，弥勒会带咱来这个所在，啊，到山头的时，真奇怪呢，真奇怪，免说时，伊用这大头母脚的大头母，总为这個山的土脚安。等一下，按等一下，迄、那个山门拢甲你掀开，迄、那个家教唔做家族山，家教一家教拢掀开，掀开的时内底一个大和尚，捧一件金色的袈裟，迄阵咱人介大汉，啊人看，哎呦，啊内底那是块糖，讲内底是块人糖，因为英国的人。咱未来信仰太大，看到迄、迄客船只讲人堂，弥勒讲唔是，迄是当时释迦牟尼大弟子，因为受释迦佛祖的护足，等待弥勒下生，真正金鱼种护足和弥勒了，弥勒当时伸手握的端两支镜头啊，伸在这边呀，迄三台已经足大呢。你啊看两支镜头，啊，才存入啊人偌大，一领衫啊，你啊像咱这个比例啊，迄衫伊都两支镜头啊存入入面啊。所以未来莲花三昧就是伫遮开，咱拢总莲花三昧好报价，是毋是？是毋是？无肯定哦，是无肯定啊，是无希望。我跟你讲，人人有希望，个个有把握。跟你讲，必定无疑。然后跟你怀疑啥？阿妈无福德的骗人，阿妈有福骗的，福袂骗人。福讲的就是实相、哦。所以未来莲花会就是你这开，安尼来，迄阵就是按功定果啊，按功定果。咱来讲尾啊，这半段吼，惹日月，惹日月的意思，就是那伫暗的，就是先天上帝、先天大帝为着弥勒佛，要辅助弥勒完成这个使命，所以，迄个降魔伏妖，
所以大战战到日月无光，大家就惹日月啦。战到日月无光，那以来修道来讲，以咱目前修行来讲，惹代表无明，日月代表两岸，是毋是两岸？日月就是亲像咱目睭，惹就是无明。即两岸，那你讲目睭叫做灵魂之窗，就是咱自信。灵魂之窗就是咱自信，因为咱的自信是安怎那袂光明，就是因为无明惹杂，所以才做惹日月。咱的自信是有乌云遮的，你看正要落落，甲咱无看到日头，对不对？啊，日头实质伊是要无伊，是因为乌云较早，所以遮日夜。咱的自信毋是胖见，毋是无伊，是因为咱的无明。所以佛陀得甲阿难尊者讲一句话，阿难尊者即句话足重要，希望恁爱甲十六字谨记在心。咱今日自性无多明心见性，咱今日无多开悟，就是因为无明感惹杂。啊，这个惹杂的无明，就是什么话？你甲咱来，即句甲读者来：菩提伽金伽啊，伽拍伽的伽，菩提伽金为你六识，生死轮回更无他物。菩提就是觉悟，菩提就是觉悟，觉就是无明，觉就是烦恼，根就是根本。咱今仔日之所以不能开悟，开悟不能明心见性，就是因为觉，这觉觉觉数就是啥，就是咱的无明，咱白条啊，这自困自白，所以。无法度明心见性的根本，就是咱的烦恼无明啦。为你六事，就是这六识你敢操纵啊？六识啥个大家其实无，啥个叫六识六事？眼力必色心意，这个叫六色。伊讲，咱人未开悟，会昏沉，会轮回，就是因为哦，这六色敢阻碍。啊，因为这六色个对六尘，目睭对色，耳对声，色声香味触法。是咪？咱目睭八金，咱的本身有眼耳鼻舌身意。目睭八金，伊有看到色无？咱的目睭八金看到色，查甫查某人都色，所有一切物件、有形的物件，拢做这色，拢做色。啊，因为目睭挂刀界，看到物件就想要爱，爱你要爱的时，爱袂到，得袂到。无所不用其极，安有作业无？迄天我了看到电视，一个老师，查甫老师台死查某老师，啊，因迄个查某老师无爱这个查甫老师，佮伊爱着别个老师，爱起膜拜，因为伊输，伊认输，总甲台死了，心肝甲破开。伊要甲食心肝，讲你心肝在遐硬，我只爱你，你太无爱我，该爱别人。伊总甲独独的心肝甲乌海煮，煮煮的食心肝。我要食看你的心肝到底是铁做啊啥？我只爱你，太无爱我。啊，你啊看，目睭因为这个色，安有搁作业无？以此类推，以此类推，安对不对？你看耳啊，听到心，听到声音吗？那听到你娱乐的哦，要欢喜一下。啊，那听到你嫌的呢？
小拄会到啦，小拄会到，即久小拄会到，是毋是？搁留一个后摆要报复，小拄会到，啊，毋是搁咧作业，伊厝内底拢共款，鼻仔鼻着味，芳味。哎，记得较早迄迄人个电视咧广告一个和尚，和尚哦，师傅，我要还俗了，讲伊要还俗啊。师傅讲为什么要还俗？肯德基，因为都在肯德基，伊变广告啊，都在肯德基个旁边飞来飞去，爱种。老师傅今物，哎呦，看到肯德基，师傅我要还俗了，我挡袂掉啊！你看。这味有厉害无？味够厉害哦！您今若闻到味，会想讲要开斋未？千万都唔忙啊！我下斋啊，当去办一个福斋尔，开斋会过福斋尔。哎，今仔日下斋啊办，千万都唔忙，千万都唔忙。哦，人有彼此生意，感官艺术。所以咱生死轮回没有别的东西啦，就是六识啊。所以。啊，那安尼，咱哦绿色包掉的，按着咱无法度啊，有法度。咱的六识是安怎绿色出入门了后会开始变化，就是因为咱无修中。所以三宝心法为什么咱定咧推演讲三宝心法？三宝心法就是勤所中啊。一二三四五就是五行，即个在中土，两人修中土，迄两个人是目睭，一个人则一个人。讲一二三四五，两人修中土，才有生字土无？你这样看下面，才有字土无？则一个人，几阶啦？有生活无？两个人修中土叫做勤所中，四德文中义。你若了解这二节意思，你就是西方的做。所以叫咱勤所中，就是修中，就是讲自心一致，就是咱的玄关方寸不得。勤所中莫放纵，放纵的啥？罗勒咪花嗦啦。这六项拢会走出去佚佗啦，走出都唔知影人倒来，叫你唔通甲放出去，总唔知影人倒倒来。一个师傅，一个弟子哦，问师傅啊，师傅，我看你三十年啊，拢伫遮，也无走去别位，啊，你到底是咧创啥？伊讲我无，我拢无创啥，我咧饲牛。伊三十年来拢咧饲牛，啊！你讲饲牛是要种啥物？伊讲饲牛，你毋知影要种啥？我有一天咧饲牛哦，啊，甲绑伫树仔头，迄蛇啊又灵个，我当杜龟哦，共一片稻啊食了了，迄个放纵，俺大家听有无？为什么甲讲咧饲牛？迄、那个饲牛都亲像咱正正经经伫修中感官，叫做三宝心法。你若一放纵，迄只牛走出去，有可能，甲你母，佮甲作业啊！这放纵出去是毋是作业？勤所中，莫放纵，还本源。啥叫还本源？咱若感觉到，就比如讲，咱人啊，咱一般话如，包括我在内，拢同款。有当时啊，对某一项代志，拢还佫会心动。伊厝内底因着彼此生意，拢会发生着伫咱个身躯，拢还佫有淡薄个念头。但是迄个念头起来，你爱赶紧去倒转来，或者还本源。啊，要安怎收倒转来？收倒要囥来底，囥来遮，囥来干点个所在，迄个所中。一旦有问题，知影讲发觉出问题，较紧去收倒转来，或者还本源。安尼万事 OK， 有了解无？修行都安尼尔，或者简单的事，你重复的做。修行哪知影方法？比夹夹变较简单，啊哪唔知影方法，比顶顶较困难。
安有简单无？饲牛啦，你会记得饲牛这种事？迄只牛帮我走的，甲白鹅安走的，就是要作业啊。我搁底下咧讲吞大，走的较紧拖倒转来，拖倒个白鹅安。啊，若无，咱一直轮回，一直轮回，到尾啊，无法度开悟，无法度明心见性。啊、哦，因暗惹惹起乌气，惹日月，因为只有光诶一面。光呢，就是正甲日月无光，因为天然上帝爱来打帮助道。以修行来讲，惹日月就是因为无明来压榨着咱的本性，抵触咱的本性，无法度开悟。安尼，大家有理解无？安尼修行敢会介困难？会啊未？未哦，我想到真困难。如简单的代志，如歹做；如简单的代志，如歹做。唔是你等于哦，恁困到困歹，恁也等于啊，揢一针，看你我都揢一工无。你家己放进去对，你唔知影，因为伤简单去啦，伤轻啦，微不足道。迄伤轻，到底我当时放进去，我唔知，我落落后再放进去，你唔知影。所以，如简单的代志哦，是如歹做。安尼，圆咱一句句的公告家做一个圆满了哈啊，我们一起来回向啊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法力充满，谢谢。谢谢。好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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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